好了，可以了啊。那有没有筐把这几个扣上？这叫什么话呀？真是的啊。嗯，今天来了这么多的朋友啊，哎，很开心啊。是，刚才两位表演了一段啊。哎，这算我的，刚才得算咱们的师叔师叔。你是说站桌子里边那个是吧？两位都得叫叔啊，这是大辈儿啊。对了，桌子外面那个呀，岁数更大一点了。对，对不对？今儿得快七十多了吧？你先别哭，你跟他们仨要不一块哭。我哭他们俩哭好几回了。真是的，人家岁数不小了啊，六十多了，站在台上，您看还跟活人一样。对，压根儿也是活的呀，活泼的人一样。哦，很活跃，对不对？朝气蓬勃嘛。说的是贪啊，表现出来的。嗯，说实话啊，人岁数这么大了不容易。是，下去赶紧休息一会儿。对，尤其也这两天怪冷的，生怕人家感冒了。长春有点凉，嗯，啊，但是我跟你说，你看天冷啊，嗯，容易使人年轻。为什么呀？你看刚才，你看那个翟大爷，他冻得跟孙子似的。您这么说就不像话，这实话呀。好不应的，还听着呢。真是的，这确实这两天天有点冷啊，剧场里边我感觉也有点冷的。这个笑是此起彼伏的，这可能都不在一个点上。老话说了吗？什么老话？天冷了，人怕冻嘴，冻得跟孙子似的。这我倒不知道啊，反正都怕。好，这都冷啊。这个包袱过去了，确实啊，这个比较尴尬，但是没有关系啊。因为我发现上台之后呢，好多人啊对我们还感觉有点陌生的感觉哈。是，就是缓不上来，没有那个热烈的气氛。嗯，对不对？可能对我们可能是不是还不太了解呀？啊，没有关系啊，我先介绍一下，毕竟这怎么了？这是这家伙，这是把腿冻住了，这是。别慌，好嘞，好嘞，好嘞，这位大姐，哎，好，大哥，这俩竞拍来了是怎么？这俩大哥太着急了啊！大哥别着急，一会儿咱们三个人玩。我们三个斗地主，去你的！这斗地主还给加油的，这是加多少号油啊？我们都知道加倍，加床被子。那个，其实有个鞋垫也可以的，加被子，这都不要紧啊。嗯，上台来呢，先简单的做个自我的介绍。嗯，有朋友认识我们，有朋友第一次来听德云社。嗯嗯，对不对？保不齐朋友送的票，对不对？嗯，啊，那可能前面全都是。对对，德云社的张耀伦的相声，赶紧听听，买不着票。今天不用去，买不着就不去了。要干嘛？大冷天跟这坐着，你怎么的？这么没人缘吗？有。相声好极了，都抢着票。2019年送你最好的礼物，都这样来到这儿的，但是人家往这一坐，陌生的眼神看着台上，对吧？琢磨玩手机，这他妈谁呀？这，哎，不出名啊，我也不认识啊。送后悔了呗？是不是后边的朋友们？当然了，我相信会有这样的观众，所以说呢，上来不用相信，肯定有。我相信啊，以后有认识我的朋友，以后会有的。先介绍一下，我叫张鹤伦，这就是不认识的比较多呗。嗯，这么多医生，我叫张鹤伦，我再医生我听听。没说名字就淤了，你看看。我叫张鹤伦，我叫郎鹤炎。你们反应真快。我没想到你在这人缘还不少哈。长春一点都不冷。他现在人缘特别好，在台上他就撩妹，你知道吗？为什么好多女观众，你看喜欢他都小粉丝都女的啊？喜欢你突突的感觉，哎呀，
合着就是因为他们头发长呗，这样喜欢。什么叫秃秃的感觉？会撩。我不会撩，真是我哪会撩啊？德云社上上下下的，那德云社上上下下的哎女同志都让他撩了。咱们德云社上上下下有女同志吗？好多呢，真的。服务员就那个财务那个会计，他没有撩人家，因为下个礼拜是八十大寿。谁说的？这都是啊！别胡说八道，我可不会撩。要不然为什么人缘这么好？大伙捧，捧哈。嗯，那你说你喜欢神他什么呢？喜欢人需要理由吗？真逗，你有什么值得他们喜欢的？就是因为我。哦哦，光头没脖子没腰，这玩意儿人能喜欢吗？这哦，不到一米三七，哦，屁股大圆脸，哦，痛风，啊，你们还是喜欢有糖尿病的吧？大家后台吃米饭吃一盒半，我们俩人一块才吃了两盒，你瞧瞧，我吃你家大米饭了，得亏没吃啊。不要脸，嗯，多吃点怎么了？我现在我这么瘦，正是长身体的时候。啊，不是您瞅，哎，您这走到这儿都坡起了，你看。不是，哎，纤纤细腰，不是这大管都勒出竖条纹来了。我说这千千细腰能解一扣就千千细腰了，就是这大褂有点瘦了。哦，就是我平常穿大褂不这样。咱这大褂不新做的挺合适的吗？怎么了怎么了？显身形我愿意。是显身形显腰围。人家看的是你的模样吗？看的是我们的身材吗？咱俩走红毯来了是怎么的？哎呀，你们现在粗俗。你说谁呢？这是他们只喜欢咱们的外表，好看的皮囊千篇一律，有趣的灵魂二百来斤。你别把我也算上啊。他二百多。嗯，没有啊。现在啊，我们俩在台上来说，真是都得靠郎老师吸引那个观众了。您可别这么说，他现在人缘好。没有没有啊，人捧哏艺术也登峰造极。没有那么夸张，在德云社来说，人家不敢说是名列前茅吧？怎么样呢？最起码是混吃等死。对，我不要脸了，是怎么？现在德云社啊，嗯，这算是当下最红的演员吧？对不对？今天呢，我作为一名观众，我采访一下您在当下什么感受？我没有张鹤伦火吧？你看哪儿您红啊，这会儿又谦虚上了。不是谦虚，捧哏演员多火呀。没有，好家伙，谁不认识郎鹤炎啊？谁认识？那证明您没吃过猪肉。我也不太会跑啊，我小有名气，啊，干嘛呀，对不对？来到长春了，这么多人喜欢你，在北京人人缘都特别好。我北京人呢啊，北京的一亩三分地儿，喜欢他的人就一亩四多。你还知道外地去了，嗯，到长春了有这么多人喜欢，感谢大伙，那招人稀罕呢。可不咋的，招人稀罕，嗯，那天我们俩去那个人民广场，人民广场溜达溜达溜达去了啊。他说买顶帽子，他说想买顶帽子，完那个因为这个冻脑袋，然后是我说你请你去吧，我说你给我也骚一个，东北方言嘛，我说给我也骚一个，他是合适吗？这有什么不合适，就骚一个然后给你钱，他一听给钱来了，哎呦，开始哦，这家骚的，哎，人为的里三层外三层啊。后来被人领走了，干什么呢？你骚的比我好，让你再来一个。我怎么让来就
什么叫骚一个呀？一二三，我的天哪，太辣眼睛了，就跟一只蠕动蛆一样。蠕动蛆干嘛？什么叫骚一个呀？东北方言嘛，骚一个，就是你买一帽子也给我戴一个，那叫烧一个。有口音嘛，给我骚一个。好家伙，怎么泛浪去了？我这是。来长春这么长时间，这点方言接受不了吗？我接受得了，但您说这容易有歧义，骚一个骚一个，关键他没给钱呢。这长的嘛，这你要听不懂你就圆点三吧。人圆点山呢？不懂了。圆点山吧。圆点山什么意思？就是。哦。说什么玩意儿？他说的。他说什么呀？我没听懂。那来，你再跟他说一遍。啊，就是翻滚吧，牛宝宝。倒塌的老鹅，您这玩意儿谁能捅去？老鹅不的，我怕他们录下来。你录下，要不就别说好不好呢？鹅，我以为他们能听懂呢。就对，东北方言基本上大伙都在这儿的人基本上都能懂，对不对？哎，东北朋友嘛，对不对？马路牙子。哎，这我们北京也说马路牙子。对了，不就这儿吗？你那叫后丘。啊，你那叫北京话叫臀尖。这都知道。后丘嘎拉哈，嘎拉哈也知道，那关节啊耍着玩的那个。哦，不拉圾，不拉圾是啥呀？不拉圾不就是衣服料子吗？不拉圾。对，波棱盖就是磕膝盖。对，撸钩子。你以为北京人不拢火是怎么着啊？下油盆、管锹、抗琴、管钳子啊，这普通话。这个，我以为你差点就说出镐把子来了呢。镐把子都知道，多新鲜呢！还真皮揣子谁不知道啊？那谁家现在还是蹲着上呢？这是皮揣子不也是普通话吗？那你淘宝搜什么呀？搜通马桶的。也不一定，现在淘宝也可以发声音嘛。我让你试试，然后出来好多皮揣子，这么大个儿。不是你们在你们家搜这个都这样？我们不搜这个。你这嘴挺有劲儿啊。哎，我家厕所堵了，给我走一趟。我不去你们那儿了，全靠你了。你往上一坐，我也怕啐你脸上，你做出来你就薄了。哎，没有，你才翻滚吧，牛宝宝呢。行了行了，别给我扯着王八 baby。就您这东北English谁不懂啊？这个，啊，好好聊聊天就得了。不一直说话呢吗？对不对？到长春咋的惯的你啊？你才是王八呢！那晒脸了，孩子。啊，晒脸呢？谁不懂似的呢？就是上台你就聊聊天就完了，嗯，别争别抢，观众人听的是相声，不是不是？好好好，不是看你打架来的，干他！头发已经薅没了，怎么把他毛囊也薅没吗？你这人多恶心，薅毛囊！别动别动，我已经逮住你一个毛囊了，薅薅，好脏，薅脖子太难了这个。就是聊聊天，对不对？不熟悉我们的朋友，三言两语基本上对狼和炎也有点了解了。是，都是负面的。正面的也有，刚才捧您半天。您哪句捧完了？捧个演员当中人算是翘楚啊。我这话说的真的能耐也大，说学逗唱四门功课，不敢说是样样精通嘛。啊，毕竟人前面上有于谦，对不对？下有于小谦。我老在他们家待着。
不对我们于大爷，人家叫捧哏巨匠，对，我们都是小演员、小学生，比不了，没有什么名气。嗯，一这个成语来形容啊，四个字成语吗？你到东北了，随便。对，四个字的成语，对，叫不值一提。他老说这个小学生，嗯，郎咸郎老师，我的人生路上的指明灯，就是没头发。向人家学习就在于这儿了啊啊！四门功课，说学逗唱，样样精通。别老捧我，会什么展示展示？会的不是太多，天上飞的，地下跑的，水里游的，草坑里蹦的，人言鸟语，各种京评帮曲、小曲小调都能学点儿。啊，怎么样？怎么样，哥？哎，这是我拍马屁吗？你不光拍我脸，你还踩我脚干嘛？不是，是把我飞起来是怎么？这不是一套翻躲，我段子我也没躲过呀，对不对？这打身上，逮住了。嗯，现在这孩子学坏了。谁呀？展示一回啊？可以呀，对不对？来呀，来学一个天上飞的。天上飞的出题目，学一个空姐。不是，我这个都不够，我学空姐学得了吗？学不了。空少，还空少？38了，我空少。去你的！地上跑的，我已经是空难了啊！地上跑的，地上跑的什么呀？空姐。我天上飞的我都学不了，我地上跑能学吗？落地了，落地了我也学不了。水里游的，水里游的，空姐。不是您老看人空姐干嘛？对呀。就当我没问。我说他老坐头一排呢，你看看，不是，这是一块儿一块儿，我们在泳谁跟你一块儿啊？泳池的时候瞧见了。哦，人家天上飞，地下跑，水里游，你都跟着人家，巧了，好，对不对？这还有多巧啊？这是这要学来说，包罗万象啊，别一张嘴就什么都能学。和您随便提出来点，你看都学不了。那您能行吗？哎，我也不行。嗯，您不行，您教育我干嘛呀？咱学别的不行吗？学别的什么？大姑娘小媳妇算不算学？啊，这算学，对不对？学。哎，什么叫小家碧玉？小家碧玉，不知道啊。看，小家碧玉。嗯，小家碧玉就是特别的俏皮。俏皮。哎，对了，你看小青。小青，对了，哦，你看那个啊，姐姐，你瞧啊，你瞧那个男的，哇，傻了吧唧的，你看，小青东北人啊，你瞧那个男的傻了吧唧的，就是俏皮的吗？啊，姐姐，你看啊，你看，你看，小家碧玉，特别的俏皮。小青吃兴奋剂了是怎么？他特别好玩，嗯，哎，你瞧那个，哎呦。姐姐，嗯，今天没活啊？没活。什么活啊？绣针线活，绣活。哦哦，没有没有，对不对？我这手指头能绣活。小家碧玉这样吗？大家闺绣什么样？大家闺绣。对。什么样子？大家闺绣比较稳重啊。哦。走道一步三摇那种感觉。您来来。您先，你先回来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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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回来。这么个一步三摇啊，不知道以为猪尾巴吃多了呢，这个不是你见宫里边那个小姐，宫里边的宫里边的大家小姐，那不都是格格什么的？对了，穿那个碗鞋，这碗鞋还是线拧上的，穿那个碗鞋底下窄呀，上面大呀，啊，那走道就晃晃嘛。您刚才晃的是脑袋，这回晃肩膀啊！他，哎哎，一步三摇的感觉，大家闺秀，不知道以为跟这老态龙钟，老态都上岁数了，我听这像是怎么学？那我不知道，您来了，我看看老态龙，老一点啊，上岁数什么样啊？嗯，颤颤巍巍啊，这身体够差的，老妹子。还用我呢？怎么了？咋的？啥？你是不是车里边装那个娃娃呀？车里的娃娃不是这样。什么样啊？这样。
您说的车里太阳花，嗯，对呀、啊，不是你没必要颤着背，干什么还摇头晃脑的呀？我这不是学的吗？老太太她这身体削削的，有点颤巍的感觉。这不学您吗？上岁数宫里那老嬷嬷，老嬷嬷信不信我帕金森？信不信我扎你？老妹妹，嗯、没活啊？都这样了，能有活吗？这手都不利索了，随时就掉了。行了行了行了，别颤颤巍巍的了啊！这一让他学，学什么都这样，你看什么？你比我有脖子，你呀就差一个壳，你就成精了。要不借你，我也不冷了。还你，反弹，无聊。现在玩的都很幼稚，你发现了吗？年轻了。谁还不是个宝宝？去你的！都是套路，听着没有？哦，他是宝宝啊，我是宝宝，饿啦，他这样。300多人德云社，也就您能来这个。就说这意思。嗯，那学人物啊，他学别的呢？还学什么呀？学唱。哦，学唱也算，当然了。哦，本门的唱是什么呀？啊，太平天国，太平歌词，还太知道，多新鲜呢！来两句，大伙儿听一听。哦，您俩来太平歌词，很少啊，很少那个有那个演员唱这个啊。但是呢，在这儿咱得普及普及本门的唱是什么。好啊，来两句啊。嗯，那杭州美景盖世无双。人家会，还满勉强合格。那您考人家呢？啊，您不是说人家不会吗？来点别的啊，听那个啊。那汉高祖有道。好了好了，可以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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了，一句就嫌你会了是吧？人家又接上来了。东走福陵下。第二句也唱上来了，你没发现他们声越来越小了吗？我没发现你有点不要脸了，明显他们的声音越来越小啊！再来一个吧。那庄公贤有，声音怎么还回暖了呢？这证明人这又比您熟啊！天为宝盖，你还有会的吗？容我三思，我再给你4张。三国杀，嗯，来段这个啊，来段秦琼观阵。哦，你都说出来了，人家要唱出来怎么办？那算了，没有必要冒险。庄公打马下山来，遇见了骷髅倒在那尘埃，那庄子修一剑发了恻隐，身背后摘下个葫芦来，葫芦里拿出来金丹一粒，那一半红来一半白，红丸治的是男儿汉，那薄药粒儿治的是女穷差，敲开牙关灌下了药，那骷髅骨得命站起了身来，伸手拉住了高头马，叫了声先生你听个明白，怎不见金安玉臣我那逍遥马，怎不见琴剑书香我那小婴孩，这些个东西我是全都不要，那快快快还我的银子来。庄子修闻听着长叹气，那小人得命又要死财，我一言唱不尽这骷髅叹了，我是冤诸位，那居家欢乐是无祸无灾。
哎，可以了，可以了。会的还真多、啊、还拜一拜不见外礼多人不快、嗯、礼义廉耻国之四维，四维不张国乃灭亡。好话，你看这词儿你都会吗？您都说了我就别抢了。这作为一个逗哏演员能不会这个吗？啊，本门的唱太平歌词，是再唱什么都算学。都学什么呀？学什么？唱歌唱戏啊，小曲小调 啊。您哪个学的最好啊？都行了。你唱歌来说吧。嗯，年轻人都喜欢唱歌、哦、尤其作为我们这些九零后的孩子，对于流行歌曲来说，我现在都懒得拦你了。哎呦，他们依然是那么的齐心哈。嗯，作为我们这些八五年的来说，对于流行歌曲来说，八五年再用一扇子就拐过去，你知道吗？你敢？人家这跟你这较着劲呢。我今送给他们一个新年礼物呢。这么多人，你给谁给不给谁呀、啊？扎着谁算谁呗。谁还非得被扎着吗？哎呦，对不对？别行了，别行，劲儿多大啊！拉倒吧，真扎着人一个得了，我、嗯、就今儿别演了，多新鲜呢。行，什么？死人也好，死了都要爱。起高了，不，我觉得不就是正常的人家这调吗？啊，嗯，这又还正常调，你什么都知道啊？我就是啊，那我来不了，我对你来这调，我1.37米的个儿，我哪有这嗓子呢？把每天当成是末日来对待，一分一秒都没到泪水掉下来不理会。到你了。我不会这歌。别人是看好或看坏，只要你勇敢跟我来。我真记不住，不是我记不住词儿，我现在这脑子毛囊都没有了，我这都是这个年龄的，按理来说这歌都得会啊。我听过，但是我记不住词儿。那信乐团吗？嗯，信唱的，对不对？来，怎么的？都唱过当年这歌，独唱的《海阔天空》。海阔天空，再勇敢一口。还是不会，我以为是 Beyond 的《海阔天空》的。你爱跟他聊歌就得聊七零后的歌曲。最美不过夕阳红。不是，我能会唱这种歌吗？我问心有从容，夕阳是望开的花，夕阳是陈年的酒。今天是我们合作60周年，谢谢大家来见证我们这奇迹的时刻。得亏是60周年，我以为冥婚呢。你看，一说是老歌，他都会。对，对，老歌当年的啊，特别老的，对不对？像什么那个，还再更老了一些的，哎，乐队，刚才这 Beyond 乐队那个《海阔天空》啊，那个我会，那原来。钢铁魔，寒夜里看雪披我，怀着浪头流的生我飘云峰。风雨里吹空雾里分白情影中，天空海阔你与我何去边，谁没在边。这倒会了、对不对？对不对？就是当年 Beyond 乐队吗？对，这个还有那个动力卡车。动力卡车这四个轮的还是六个轮的？八个轮十个轮的你知道吗？张鹤伦的。长春还是冷啊，你多穿点啊。你怎么把那壳给我？你看还是想念自己的东西。借出去了总是自己的。你能不能听过这个吗？有一首那个大象放屁听过吧？谁啊？是当大象放屁怎么当啊？大象放屁当
这我真没听过，这叫大象放屁，对不对？当山峰没有棱角的时候，当河水不再流，当时间停住，日月不分，当天地万物化为虚有，这真是当的一下啊！易翔老师好坏哦！啊，这会儿给个回音，回音，回音！哎呦的，远山的呼唤啊！你好，你好，你好，你好！哦，还有山那边的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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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哒哒。嗯。鼓掌，鼓掌，鼓掌！我们也是头一回在山里办专场啊！哎，这都是当年的老歌，嗯嗯，对不对？还有那个小虎队，小虎队，哎，小帅虎、霹雳虎、嗷嗷虎，嗯、三个人，哎不，没有嗷嗷虎，小帅虎、霹雳虎、贼拉虎，三个人，贼拉虎也没有，小帅虎、霹雳虎、特别虎，不，您到底说的是哪三个虎？特别虎、嗷嗷虎、贼拉虎，这是什么小虎队？这是东北虎组合。行，那您主要介绍一下这三个人吧，啊，对对，唱的歌那个。把你的心我的心串一串，放点紫兰辣椒面烤一烤，他该烤串儿的了，你讲讲，辣的不辣的，你给我放，给我放点糖啊。哎，对，放心去飞，勇敢地挥别，说好了这对此不掉眼泪。他都知道，就会这么一知半解的。四大天王，哎，好，魔力星、魔力红、魔力海、魔力兽，是这四个吗？哪个啊？张学友、刘德华、黎明、郭富城。对，唱的歌还都记得吗？他们唱的。贫居撒把心里羊儿没本儿心。你等一下，你等一下，这不是庙里的这四个吗？说的哪个呀？流行歌曲。真知道，难不住。多新鲜！流行歌曲来说，那个年代我们都知道。对，这个年代都听那样的歌。是。任贤齐呀，嚯，周华健呀，啊，周杰伦啊。老歌手了，那都对了，那对，还有张鹤伦啊，等等等，这都是。当然了，你光研究歌只是一方面哦，还有研究唱戏的，唱戏的，哎，也有啊。我师父最近研究唱戏，郭老师喜欢唱戏，对不对？嗯，当然我要研究的呢，也是比较偏。您不研究歌曲和戏吗？哎，他们都研究完了，我还研究个六啊。那您研究什么呀？七呀。好冷，多穿点，谁把你衣服扒了？我觉得我这是一半是长春，一半是哈尔滨的。咋的呀？你还是个混血儿啊？那您要怎么混呢？要说咱研究的能跟他们一样吗？哦，那您研究的是什么呀？7.5。输了。嗯，咱研究的是耗子。嗨，那咱拉拉手吧。你也是啊？我研究猫。你轻猫，你妹妹。耗你姐夫呢，跟猫有关系吗？那您研究耗子？不是汤姆杰瑞。汤姆什么？汤姆杰瑞。好家伙，您这个英格兰式啊老厉害了。咋的呀？咋的呀？有毛病啊？ Tom and Jerry。 你看这一嘴伦敦腔。是你那是伊春话。咱们研究的是别的耗子。是别的杰瑞吗？ No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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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Listen to me. Of course. For example. Speak what? 你慢点说，我能听懂。好吧好吧好吧，咱们尽量就是中文沟通好不好，对不对？是是No。 那您哪个耗子呀？劳动耗子。劳动耗子。对了、啊、劳动人民在劳动过程当中根据不同的劳动节奏哼出的一种调子，慢慢形成了一种歌叫劳动耗子。好贯口啊，这不着。嗯，你看川江耗子见过吗？没有。四川到湖北，宜昌到宜宾，1000多公里的江段俗称川江。哦，纤夫拉纤，脚蹬石头，手扒沙，风里雨里走天涯。听着很苦啊。那你
你怎么了？就跟穿着棉裤似的，现在这坚硬的石头上留下了切绳，磨砺出来一道一道深深的切痕。你你以为这打台球吗？您这杆也太短了。我就算我们没脖子，咱不能架下巴哥上啊。怎么了？还得探着点儿。嗯，来来，说的这个啊，线绳磨砺出了一道一道深深的嵌痕啊，可不是打台球啊。这大伙儿是瞧不见的，我们这儿没去过那边。一般来说都是头顶的烈日啊，脚踩着泥沙，哦，光着脊梁，一丝不挂啊。哎，您等会儿。光着脊梁就行了，干嘛还一丝不挂呀？拉耗子你不知道啊，拉纤有深水有浅滩，在浅滩拉的时候，你看磨脖子、脚脖，嗯，哎，那时候啊，你可以穿着一些没关系，跨栏背心儿，这三角篓子，你穿着点儿。对呀、啊，你穿个跨栏背心儿、三角篓子，穿点这个没关系。在深水的时候，深水水都没到这儿了，嗯，你拉着纤绳，你再穿着跨栏背心三角篓子，那不泡糟球了吗？哦，糟球了，哦，翻译过来是敷弄，敷弄，哦，明白过了，明白过了，再翻译就是嗯，弄了，什么叫弄了？泡弄了，哦，这词儿他妈太难写了，你就直接说泡烂了不就完了吗？对，普通话差不多呀。看来跟你还得用国语交流啊，差这你跟那不泡烂了吗？啊，所以说，而且都大老爷们儿，没有必要，我也不怕我你哪哪哪我都见过，哦，对不对？我这一嘟了一块，你也都尝过，尝就是尝着，就是尝常见吗？没有什么隐藏的，所以说大老爷们拉纤绳了，没有必要穿着衣服好几万个的一个背心儿搁水里泡着。我三角貂皮的三角篓子，你搁里泡着。这拉纤的师傅都穿好几万的衣服，怎么的？有钱？哎呀，对不对？哦，对了，那所以说呢，一般都光着。嗯，哎，拉着纤绳，为什么？减少水的阻力。啊，您这么说，那我就明白。对不对？你穿一个貂皮三角篓，嗯，那毛都这么长，有毛病吗？这不是？好家伙，不知道以为挂四个天线呢，搁这。不是，他在水里边越呆，他不这个水草越积越长吗？那个越溶进水里边的微生物，哎，往你都往这毛上那钻啊！您都不出来是吗？你没事拉纤，不是那就雕像在水里待着？你以为一待两分钟出来了？哪有那么短的纤啊？一拉得拉一天，拉一天拉一天，你在水里待一天，那保不齐带出一个蛤蟆来了。这都有可能的呀、哦、是啊，大事了，所以说一般都不穿。你还真有生活、啊、你看那像你们那里林蛙就都这么带出来的吧？把我们这个林蛙不是哦，那您在这给我们来了吧，来了这个嗯，听着那个啊，拉着纤绳，妹妹你坐船头，哥哥在岸上走，恩恩爱爱，前生荡悠悠。小妹妹，我坐船头，哥哥你在岸上走。哦哦哦，我俩的情，我俩的爱，在前生上荡悠悠，哦荡悠悠。我妹妹就是有点谢顶啊，别的方面。你妹妹还打偏唱呢。咱俩打偏上，咱俩体重差不多。没有没有，您不是一直标榜比我轻吗？但不是在水里边不穿着三角篓子就沉不到哪儿去了。是，我也怕泡弄了。就是说，你看，你看，我看什么？你唱的对吗？纤夫的爱，跟这个纤夫也差不多。但是咱们要唱的是什么？唱的是耗子。那你唱这干嘛呀？就是说明咱会的多。你会的多，你唱的对的呀，来个对的啊，人家白给回响了。同志们呢，来呀，我来什么呀？哦，对，他还不知道，你看他跟个傻子似的。废话了，这个时候我说同志们呢，你得帮腔。我帮什么腔啊？你代表同志一大帮人呢。对了，你代表一大帮人，一人领唱、哦、众人帮腔，没问题。我这同志们呢，你得给句哎呦。这什么声音？这是就好比吃饱了喝足了那种感觉，热乎乎的。
啊，就这么费劲吗？那你一个人，你们，哎呦，太单一了。哦，我就得，我们代表众人。对，你想想，你怎么能代表十个人或者二十个人？那我明白了，明白了啊，低沉一点，来回啊，嗓音开阔一点。对，好、啊、嘞，拉着线绳啊，同志们呢？哎呦，行吧，差不多，再出来一点点啊，再出点锅包肉就出来了。我喜欢跌宕线。啊去你同志们哦！哎呦，加把劲儿哦！哎呦，出川江哦！哎呦，倒一场哦！哎呦，不怕风哦！哎呦，不怕浪哦！哎呦，就怕雨姐！哎呦，大姑娘哦！哎呦，姑娘是个哎呦，臭流氓哦！要不是，您等会儿怎么了？你干嘛骂人家呀？你看看一帮大老爷们都光着眼子跟这拉纤，突然间出现一个大姑娘。那大姑娘是正经人吗？怎么了人？大姑娘跑河边的，哇呀呀，都是老爷们，哎呀，不能看，不能看，不能看，这是不能看吗？这，对不对？她往那一站，明显她的出现就是一种错误哦。正经女的没人往那儿出现，那这就这么说人家。对了，所以说他们都是即兴的词儿，看见什么唱什么，看着大姑娘随便来这么两句，词儿都即兴编的，现场发挥的。对了，哦，有点意思。比方说吧，你现在大伙可能看不到这种声音，嗯。城市里边啊，保不齐工地上还能有。工地上什么呀？也砸夯号子。砸夯号子。对，这怎么分新旧社会两种？哦，旧社会那时候啊，工人受到剥削，受到压迫，嗯，哼出来的夯歌特别的低沉。您给我们来来吗？这个味儿啊，拉着那个夯绳。哦，这就是砸夯的。对。哦。同志们，慢慢的干啊，哎嘿哟啊！这是干活、啊。流尽了身上的汗啊，哎嘿哟、啊！这力度能流汗吗？这是。干完了这点活儿呢，哎嘿哟啊！混呐！上哪儿去吃饭呢？哦，哎嘿，没钱吃饭，所以没劲儿。那边来了工头啊，哎嘿呦、啊、干活就得这样，加点油啊，走，哎嘿呦啊，好样，工头转身走了，哎嘿啊，您呢我说您等会儿，这落差太大了，给工头看的就这三两下啊，主要是工头他不给开工资啊，哦，剥削农民的工资，这一下就是一个季度的所以说受剥削受压迫心里边不开心憋屈的，到了新社会不一样了，怎么样呢？自己翻身做了主人，这时候你再听那夯歌，慷慨激昂，催人尿下。对，您尿下就是回想过去多苦、啊、催人泪下，现在到了自己的新社会，感动自己翻身做了主人了，幸福的泪水。哎啊，那您再来了这个我们看来回这个新社会那就咱俩一块来了，我跟您一块那个这不是哎呦了，那这是什么？就那哎嘿呦啊，哎，这听着有劲儿哈！啊，行，来回这个，来回，你试试我。哎嘿呦啊，罢了，要不说这演员太通人性了。我说啊，哎，通人性，说狗呢嘛？哎哎，怎么了，大黄？哎，别指我啊，小白。你干嘛翘脚啊？废话，要不然你胳膊压着我了。还挺倔强，多新鲜呢。词儿是对了，语言不要那么苍白。苍白了。对了，哎嘿呦啊，这是干活吗？像干活的样子来一回，有点劲儿吧？对了，力量 ，power， 您得像趴窝，您这个就趴窝嘛。哎嘿呦啊，不错啊，但是还差那么一奶奶。这一奶奶是多少？你想想啊，新社会了，自己翻身做主人，那开心呀、啊。美呀、啊，给自己干活，给自己挣钱呢。表情没有抖。对了、哦，我得开心啊。哎，哎嘿呦啊！但还差那么一奶奶。表情不是够了吗？够了，但是美不等于犯贱啊。我这上哪儿犯贱去啊？嘴角削削，再往下收那么一奶奶就好了。然后呢，调门得需要长上去。你想想，工地干活，你能这么生这么小吗？得让第六排那个胖子都能听得见。六排还有胖子？对了，第七排那胖子都得能听得见啊。哦，哎，你不是说这一列都是胖子吗？对不对？啊，声音长声音。哎，调门高一点，对不对？最后一排都能听得见。
我还没喊呢。远山的呼唤，回去吧。今天的音响老师太给力了。哎，音响老师给你加鸡腿。听不见。头一次站在桌子上俩人找着一群口的感觉。他说你了，见见见。不不不，前面还有一个不字呢。见见见。长个调门再来回啊，正儿八经的。头一排头一排。不是你这就不好了吧，这一下这暴露你的身份了。我是你以前是在宫里当差吗？我胡说八道吗？那是去过泰国做过手术吗？我上那儿做什么手术？您不是那声音怎么叽撩叽撩的呀？叽，你长调门吗？长调门得出人声啊，这一喊让你自己缺少零件了。这合着我这都不是人声了。对，你明显缺少喉结的存在。我这脖子就靠喉结撑着呢，别那样啊，像人的动静似的。我再掌握一下。刺耳是，对，哎，力量 ，power， 哎，喜悦，哎，嘴角，哎，调门，都走，一二三，我跟您说啊，太难了，我就这样，就这样了，行吧，我也歇得差不多。您这真累傻小子来了，来一回，来吧，啊，嗯，赶紧的，哎，受累啊，你那还得当一当夯，不是我连搭腔再当夯啊，对吧？咱俩长得毕竟你像夯一点吧，得了，我夯的还能瓷实点，哎，这干嘛呀？拉点夯绳，这胳膊就当夯绳了，多黑，这都是夯绳，这日晒雨淋的，这夯绳怎么还长毛了？你这等啊，到时候泡糟去了，来了啊。同志们，加把劲儿啊！哎呦啊！竞赛到了高潮啊！哎呦！干什么呀？地上有狗粮啊？可惜是没有啊！怎么这回趴窝了吧？这回哪儿趴窝了？您这给我生生拽下来的呀！不是，砸夯，你没点力气，那叫砸夯吗？我这胳膊是人的呀，这是人的怎么了？人的怎么了？不是您那这样吧，您别砸夯了，我自己砸吧，我自己来吧。行，我自己来，自己砸夯也可以。嗯，那是你自己砸夯的话，咱们先得有个前提。什么前提？你那受累啊，我有上句，你得接上下句来，咱们词儿都是即兴发挥的。那没问题啊，可以吗？我这脑子反应快啊。我也听说你这不错啊，那当然了，即兴发挥来一个啊，来试试啊。嗯，一座大楼啊，高又高啊，哎，还可以啊。一座大楼高又高，听着啊，一座大楼啊，高又高啊，没有顶子啊，没顶子，大楼没顶子，怎么了？那不成烟囱了吗？那你唱出来呀、啊，那是烟囱啊。咱到底盖的是什么呀？也许一会儿还挖口井呢。您这图纸正反看呢，这个考验你有没有词儿。有。一座大楼啊！哎呀，要是我上吊是怎么着啊？我寻思让你找找有脖子的存在。不要。一座大楼啊，高又高啊，没有顶子啊。那是烟囱啊，比烟囱小啊。那是小烟囱啊，烟囱不冒烟儿啊，这那是坏烟囱啊，烟囱缺块砖呐、啊，我也管不着啊。你问问你的妈妈，他们答应的是你，来，你问问去。我问谁呀？那不说好了砸夯吗？行，还真有词儿，别盖烟。真有词儿，咱正儿八经的像干活撸胳膊挽袖子来了一回，还撸胳膊挽袖子，好不好？
好长啊。哎，你看他的，你拿过来，我就不给。你看看，您让各位看看，他攥着我小臂往前面挪。哎哎，你看看，你看，哦，我的天，哎呀，他这么短，行。柯基，谁说的柯基？咱不许糟践狗。行，你是萨摩。来了啊！都反光哈！砸夯啊！听我的，砸夯！这是那种死人白，你知道吗？他这个多年，快点，快点，腰给你打碎了啊！拉着夯绳啊！这其实他不见得是那么白，你知道吗？我跟大伙介绍一下，脑瓜给你削放屁的，拉着夯绳得使劲啊！其实他是擎天博玉，差不多得了啊，进了没有？来了啊！一座大楼，怎么还是大楼啊？干什么呀？不是砸夯吗？来一回啊！来了，同志们嘛，同志们加把劲啊！哎嘿呦啊！竞赛到了高潮啊！哎嘿呦啊！歌声震天响啊！哎嘿呦啊！红旗迎风飘啊！哎嘿呦啊！你看那教授家啊！哎嘿呦啊！高了高的入云霄啊！哎嘿呦啊！起起轰隆隆的桌喊嘿！地动山也摇嘿！高山能推倒嘿！英雄们智谋高嘿！开山有点作喊嘿！搬山有老屌嘿！汽车拉材料嘿！用不着那人锯条嘿！咱们的大地基呀嘿嘿！越起行越高啊嘿嘿！大楼随风长啊嘿嘿！观众们心一跳啊嘿嘿！祖国大建设呀嘿嘿！英雄们干劲儿高啊嘿嘿！嘿嘿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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人人干先进嘿嘿！个个成英豪嘿嘿！地基打得好嘿嘿！大楼盖得牢